中意 fit 爆比堅尼照勝去年，鐘鎮濤大女人新幫細妹揸機。鐘鎮濤同老婆梵姜素貞嘅20歲大女鍾意由英國翻嚟放暑假，正式出道參賽內地歌唱綜藝，並以健康性感形象示人。鍾意亦都把身段操得更 fit 更靚，捉緊夏天尾巴嘅鍾意，尋日就係 IG 曬出火辣比堅尼照，喺豔陽下展示青春緊緻嘅古銅色身段。相比起舊年同樣曬出喺沙灘嘅比堅尼照，鍾意嘅身材更勝去年。佢仲自信咁擺出唔同展露美態嘅 pose。照片疑似由同父異母家姐鐘嘉晴揸機，其中一張相鍾意拎住兩個椰青，正係標誌住咗嘉晴個名。嘉晴又幫阿妹回覆雷莊兒嘅留言，將要翻英國繼續升學嘅鍾意留言表示永遠不想離開。吕慧仪第八次喺爱回家厂庆生，一张相透露劇集长做长有。爱回家之开心速递今个月停厂，虽然曾经误传迎嚟大结局停播，但系无线立即反驳，只系因为播奥运期间劇集拍低咗存货，所以放假让幕前幕后休息下。9月3日生日的长脚蟹吕慧仪迎嚟42岁，她在生日当日贴出和洪家人齐齐在酒楼和在影厂庆生的相。她表示剧组休假中，赶及在休假前在厂庆祝，是她第八年在剧组庆祝生日，真是好难得，并感恩假期前夕有大家陪她过生日，超开心。收到的礼物当中有家姐滕丽明拎来的新剧本，长脚蟹笑指假期做作业开工不洗歇，放完假就要继续努力开工啦。相片之一是吕慧仪和滕丽明的合照，手里面正正拎住爱回家的新剧本，历正休息过后大家又要翻厂开工啦。